从我军成立以来到现在，军服经历了很多款式，但是服役最久的要数65式军服了。65式军服是我军装备时间最长、发放数量最大的军服。65式军服最大的特点就是简洁、朴素、实用，因此在当时风靡全国，成为在那个时代的标志之一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